大家好，我是马德忠。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红红火火，都能在英皇体验精彩人生。Hello everyone， 欢迎关注卡卡足球解说频道，我是主播卡卡。我已经这个从事足球解说行业已经三年之久，是一名体育爱好者，希望大家多多能关注一下主播。咱们这边会每天带来这个足球赛事、篮球、电竞等等一些赛事推荐，大家记得点订阅哦。赛事推荐，12月28日20点30分，英超布莱顿 vs 伯恩茅斯亚盘推荐，布莱顿负 0.5 竞彩推荐，上平波胆推荐1-0。赛事推荐，12月28日23:00分，英超纽卡斯尔 vs 埃弗顿亚盘推荐，纽卡斯尔正 0.25 竞彩推荐，平波胆推荐1-1。赛事推荐，12月28日23:00分，英超南安普顿 vs 水晶宫亚盘推荐，水晶宫正 0.5 竞彩推荐，复波胆推荐0-1。赛事推荐，12月28日23:00分，英超沃特福德 vs 阿斯顿维拉亚盘推荐，沃特福德负 0.5 竞彩推荐，上圣波胆推荐3-1。赛事推荐，12月29日1:30分，英超诺维奇 vs 热刺亚盘推荐，诺维奇+1竞彩推荐，平波胆推荐2-2。赛事推荐，12月29日3:45分，英超伯恩利 vs 曼联亚盘推荐，伯恩利正 0.5 竞彩推荐，平波胆推荐1-1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